今天十一月七号到十一月九号，总共会有五十台的古董车来到嘉义市，在八号上午是聚集伫咧美术馆头前来做静态展示，后边将做伙来看古董车的风采。在八号下晡，一定要以古董车车游嘉义市，以行动美术馆的姿态来呈现嘉义之美。日日前是特别来举办着记者会。嘉义市副市长陈秀辉代表的市长吴敏辉和阿管处嘉义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阁有台湾古董车发展协会在内多位的贵宾，做伙邀请大家伫咧十一月初八到十一月初九，做伙来到嘉义市欣赏美丽的古董车。在这三美古董车车队将伫十一月七号到九号登场，东港总共五十台老古董车做伙游街市。台湾古董车发展协会特别举办盛大在这三美景点古董车展示记者会，并邀请街市副市长陈秀辉以及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马惠达到场参加，欣赏十一月七号到九号的古董车静态、动态展示活动。旅馆同业工会呢，今天这一次呢，在109年呢，首度集结了这个全国的这个古董车，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它的保存珍藏的所有的由我们珍创会会长呢，去响应全国的这些车友们，来自各地呢，超过50部的名车，即将在11月7号到9号三天里面聚集，在嘉义市逛尽所有的这个景点啊。那么这次的活动呢，将这个艺术、美术跟这个古董车，借着景点表现来推展我们嘉义市所有的观光景点呢。我们借由这个经典的这个古董车，它的文化的底蕴呢，融合我们嘉义，我们贯穿古今，我们文化的美，如何从食宿游购行，去满足每一位旅人、游客你们的心，让你们非常的满意，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欢迎大家来嘉义旅游，欢迎大家。这一届古董车车队将在七号一个地面向广播文化馆，随后出发到嘉义美术馆参加开馆典礼，在往快意生活村提供民众翕相。二八号在嘉义美术馆静态展示，下晡将经过中山路喷水圆环，和古董车游嘉义，在开往嘉义馆的方向。九号车队将开往半天岩指婚寺。新闻台面嘉义采访。报道。Are we going to find smart fish, my babe? I think it's just down here. Look here. Just zoom in quickly. No, look. Mm-hmm. Honey, I think we're lost today. Well, yeah. Ask her.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smart fish is? Oh, of course. Go straight along this road for about 3 blocks. You can see smart fish.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加个好友吧。Thank you very much. Honey, what do you think it is?欢迎来到英语友善城市嘉义市，只要您看到加个好友双语服务认证标章，就能畅通无阻的在嘉义市大街小巷里尽情享乐。我们提供双语菜单、双语店家手册服务以及店家英语实战培训。The English menu. Can we order the sausage and side dish platter set, please? Yes.Thank you. And it's good. It's good. Really? Let's go to this one. Okay, this one. Right? Okay, 让旅客无论在嘉义吃、喝、买、乐，都能够自在享受嘉义市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最道地的人情味。Hi. Hello. Can we see your menu, please? Yeah.Wow,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Zhongshan Road. Zhongshan Road. 什么叫做二通 ？I like the first one. Okay. This looks great. I'll take everything. 欢迎来嘉义，欢迎来嘉义，欢迎来嘉义。我们一起加个好友吧。Welcome to 嘉义。Welcome to 嘉义。Come join me.透过嘉义市双语服务认证标章计划，我们协助嘉义市特色店家拥有更便利的双语素材，来与外籍旅客互动，让更多人发现嘉义市的美好，
邀请您一起来畅游嘉义 ，Come join me。